欢迎收看《行车记录去》，大家好，我是宜晨。在全球环保意识高涨，而且节能减碳快要变成全民运动的时候啊，各家车厂纷纷投入纯电动车。但是呢 ，BMW 首次投入的电动车，而且量产的就是 BMW i3。如果你是一个科幻迷，想要开着哇，好像这个概念车一样的车款的话，或者是你喜欢这种接近零污染的车款，相信今天这台车会非常的适合你。我们赶快来欢迎 BMW i3。在台湾推出的 BMW i3 总共有两种版本，分别是一般的纯电款式跟加了增程引擎的 i3， 也是今天我们要试驾的款式，它的售价是299万。但是这个增程引擎呢，它是加了二缸的引擎在车子里面，但是它不提供额外的动力，所以它不算是 hybrid， 它一样是纯电。但是当你在没有电的时候，它会燃烧汽油来产生电力，所以你可以把这一具二缸的增程引擎呢看成是一台发电机。不过你如果选择今天我们要试驾的这个增程引擎版本的话，它的价差高达了60万。不过换另外一种方式想好像也不错，毕竟有些人回家手机都会忘记充电，包含我自己也有几次这样的经验，更何况是这种全新的用车个人移动方式。所以加个60万买个保险我觉得也还不错。好，首先我们来看看 BMW i3 它的外观。我觉得 i3 它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像概念车，不管是它的线条或者是它的整个设计的概念哦，真的是非常的像，好像电影里面才会出现。那不管是车头、车尾、左边、右边都用上了很多蓝色的线条啊、饰板来做一个装点，代表它是节能纯电的身份。那整台车它的尺寸我先讲一下，它的全长3999的 millimeter， 不到4米，差不多快要到了。那它的轴距2570的 millimeter。 那它的前轮跟后轮四个方向的轮子尽可能往车辆的四个角去推进。那它的车头车尾都非常的短节，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要扩大车室的空间。我刚刚看了一下整个车内空间，应该还蛮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整个表现应该还不错。好，这边先离体的，等一下我们再进去试驾看看，试坐看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车头的设计概念。虽然 i 系列是 BMW 全新的车系，但是经典的设计元素一样也被保留下来，像是双肾型的水箱护罩这边就有被保留。但是呢，因为 i 系列是纯电的，它就比较不需要撞风，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双肾型水箱护罩中间是被填满，它是没有办法让风进来的。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搭配的增程引擎，它还是要吃汽油，下面保险杆下方呢还是可以看得到，它还是有进气坝的设计，但是并不像 BMW 传统的车辆，它是三孔式大型的进气坝，没有，它是小小的。那整个保险杆呢设计呢是比较圆润的，而且结合了黑色的防刮材质哦。灯具的部分LED 日行灯跟 LED 的大灯，它还搭配了鱼眼。那远灯呢跟方向灯结合在保险杆上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统车辆所谓的引擎盖下方究竟有什么东西。我今天在车上找了很久，传统引擎盖拉杆的地方真的都找不到，后来原来是在遥控器上面有一个按钮。好，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打开，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它是一个行李箱的概念哦，非常的类似，但是它是设计在前面的地方，因为它省掉了引擎的空间，引擎呢放置在后轮，所以呢这边就有一些空间，里面预设的东西就是充电的线，当然你要放一些随车的物品啊，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蛮特别的。车侧的部分有非常多的重点。第一个，因为今天我们试驾的车款有增程引擎，它的加油孔呢是在这个位置，打开之后就可以加油，大概9公升左右，依目前的油价加满大概200多块，不到300多块。如果是纯电版本的话，它的行驶公里数大概落在130公里到160公里，就看你怎么开哦。配上这个增程引擎，让它可以达到大概30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真的也算是蛮实用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i 系列一个全新的设计概念，我们可以看一下引擎盖，它是黑色的，一直到侧边，
往上透过整个屋檐延伸到后面，整个车尾都是一个黑色的设计，原厂把它命名为叫做 Black Belt， 就是黑带。那么原厂表示呢，在未来 i 系列都会有这样的黑带设计哦。它利用一个高反差，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车身配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门，它的车门也是非常的特别哦。先看一下它的线条，前高后低这样的设计呢，就是为了要给后座的乘客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视野感受。但是后面的玻璃是没有办法做升降，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它开启的方式是对开，先打开前门，那么后座呢？它开启的门把在 B 柱的位置，但是呢，它严格来算，它不是 B 柱哦，它是可以开启的。那整台车它是完全没有 B 柱的，但是因为它的车体结构是用碳纤维跟铝合金打造，而原厂表示哦，给了一个数据哦，非常有趣，碳纤维车体它的重量是钢材的一半，但是却硬了5倍，所以它完全的不用 B 柱，也不会影响到它车体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边边都可以看得到碳纤维的车体结构。那它的车门哦，到它的内装，整台车有25%呢是用再生的塑料，代表呢是用一些回收的塑胶材质，所以它的车门，也就是它的蒙皮，其实是塑胶的。那有些人会很在意这个蒙皮啊，它的软硬，其实我觉得车体的结构啊，那才是最重要的。在今天试驾之前，我还特地上了网站 Euro NCAP 去看了一下 i3 的撞击测试，尤其在侧撞，它的表现非常的惊人。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没有 B 柱，它的车体结构一样是非常的完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后面是纯电的这个充电孔，那么上面是充电的地方，下面是快充，不过目前台湾并没有引进快充啊。我问了一下原厂，明年呢？这个快充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啊。那么原厂表示，目前在台湾原厂就提供了30几座的这个充电站，像他们带我们去 demo 的就是在天母一带还有金华饭店那边，但是呢它还是要透过一张卡，原厂会发给你一张卡，毕竟它不是公用的。那么全台公用的充电站总共有500多座都可以去使用。那么这边有一些灯号的说明，你可以依据这个灯号说明还有旁边这一圈的光条来了解目前你的 i3 是什么样的状态。好，接下来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轮圈，轮圈双色的，非常的好看。但是呢，更特别的是它的轮胎，它的轮胎即使它是一台 i3 纯电车，但是它依旧有前后配哦。前面是 15570R19， 后面是 17560R19， 它配的胎哦非常非常的窄，从后面啊，从前面都可以看得到。原因只有一个，重点是在它行走的时候要尽量降低它的摩擦力，让它的里程数呢可以尽量的提高。整个黑带的设计概念呢，一路延伸到了车尾啊，像它的尾翼，它结合了第三刹车灯，还有它的后尾门，甚至到它的保险杆一路向下的延伸。那我们来看一下。后尾门是最特别的地方，它虽然有后尾灯组的设计，但是呢，它整个融合在这一块，好像挡风玻璃一样，它摸起来的材质就像玻璃，又有点像压克力板。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整个完全平整的。那它用了光的导引条，而且呢，它跟前面的日行灯做了一个呼应，一样像是双手展开拥抱未来的这种设计概念。那它的厂徽呢，一样用蓝色的饰条来包围住，代表它纯电的身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间。我们打开的方式是电磁阀开启，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空间不算大，200多公升。但是因为 i3 它是一个都会，就是说短途的使用，我觉得这样的空间呢，表现也算是相当不错的。往下掀，我们可以看完全没有任何的空间，因为它的电动马达就是在后面这个位置。所以呢，这是全部的空间。当然，你可以透过椅背5/5分离倾倒过后来做一个空间的扩充，可以来到1000多公升。我觉得以都会的定位来讲，这样相当足够。在讲 i3 的内装之前呢，我先来讲讲它的门，因为真的很特别。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前门是无窗框的设计，这让它增添了一点跑格。那它门开启的方式呢，跟之前的 Mazda 的 RX8 非常的类似哦。那也因为没有 B 柱的关系，所以前座的不管是驾驶者、副驾驶，它的安全带呢，其实都是在后门上面，所以当你系着的时候，后面的乘客如果想要开门的话，可能比较不方便。那关闭的顺序呢，也是有的，要先关闭后门，再关闭前门，不然你整个门哦就会打架。接下来我们来发动一下引擎。好，发动的声音就这样，噔一声，整个都准备好了。我有点不习惯哦，以往发动之后都有引擎的声浪，今天没有。好， i3 整个内装的话，一般我都会讲它整个铺层用了软质塑胶还是硬质塑胶，但是 i3 没有，它用的是皮革，还有很多天然的材质，像这个木纹饰板是尤加利木，像这边的饰板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用了很多植物的纤维，其实都是一些天然的材质去做一些加工。那包含这些皮革，像这张座椅，它的皮革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呢，其实是用橄榄去做一个天然的染色，所以呢，整个内装的质感呢，给你感觉是很天然、很温暖，而且有一种永续经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坐的这张座椅哦，它是一个薄型化座椅，原因很简单，也是一样，为了要争取后座更大的空间。坐起来呢，我觉得包覆性哦是比较差一点，但是因为它的椅面比较大，包含背面还有臀部的位置哦。它是比较舒服为取向的，坐起来其实还蛮好坐的。前方有一个双辐式的方向盘，整个造型呢非常的可爱。左边右边是各位可能比较熟悉的，左手边定速，右手边可以操控多媒体。那么后面非常的特别，固定在方向盘基座上面的呢，我看到就有点头痛啊。这个是它的排档装置，非常的熟悉。这个我们在宾士上面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设计，不过实际用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 BMW 的使用起来比较好用，而且比较直觉，尤其是你打档的这个回馈的手感啊，非常的明确。前面有一个数位型的仪表板，大概5.多寸。这边呢，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旅程电脑的资讯，各位可以看一下。目前千瓦小时可以跑5.7公里，千瓦小时呢就是一度电，一度电目前台湾大概3点多块，所以你充电以这样换算下来啊，3块钱可以跑5.7公里，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上面还可以看到时速表啊、旅程啊等等啊，目前你的电可以跑几公里，目前你的增程引擎可以为你多创造几公里，都可以在这边看得一清二楚。中控台上方有一个大概8.多寸的 iDrive 系统，这个系统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来看一下，一样用这个飞梭旋钮可以做一个操控。那它提供了很多多媒体的输入，包含 USB 啊，或者是 AUX in 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甚至跟手机做连接。好，这是这个系统提供的非常多的功能。来看一下导航系统，这个也是有的，而且全部整套系统都是中文的，使用起来都非常的亲切。下面呢，中控台提供了单区的恒温空调，那这个部分呢，塑料感就稍微比较重了一点。往下看，这边有非常空闲的一个空间，因为它整个安座包含排档杆的空间都省下来了。这边有置杯架、飞梭旋钮的 iDrive 控制系统，这边提供了置物空间，还有中央扶手。好，它的后座空间，我们现在看一下。老实说，坐在后座有点麻烦了，尤其它的关门有一个顺序，那它这边有一个拉把，你可以把它往前推之后再把它关门。同理啊，你如果你要下车的话，除非前面的人先下车了你才能下车，不然你看现在我拉这个车门把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要重复刚刚的动作，把前门打开，后门才能打开。那一样，后门关了之后前门才能关。这是这种对开式的门，有一点麻烦，就是这样。现在前座我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我身高180公分，我觉得它的空间表现都还算是不错哦。膝部空间大概有4个指头，头部空间大概1个拳头，而且坐起来还蛮舒服的。不过唯独就是它的椅背有一点点直的，如果它可以再倾倒一点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坐。那么来看一下它后面有什么配备，中间没有冷气出风口。
地板是几乎全国领的哦，虽然它后面提供的是两个座位，中间并不能坐人，但是这样脚放起来还是舒服很多。这边有两个置杯架，后面没有中央扶手，它的头枕可以做一个倾倒的动作，这样的话前座的驾驶者往后看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视野。这边提供了两组的 ISOFIX。今天试驾的是 BMW 的 i3， 它是纯电驱动，最大马力170匹，最大扭力25.5公斤米。那它因为是由后轮直接传动轴驱动，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变速箱或者是变速系统啊 CVT 那些都没有。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试驾的版本呢有一个增程引擎，它搭载的是一具直列2缸的 600cc 引擎，那它的油箱大概9公升的大小。那它提供的呢是燃烧汽油之后做一个供电，但是它不提供任何的动力，所以这一台 i3 呢它是一个纯电驱动，它并不是油电混合动力哦，不是 hybrid 哦，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今天我第一次试驾到 BMW i3 的时候，老实说第一次上路的那一瞬间呢，我觉得哇哦，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轻快。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啊，把电动车这个标签啊贴在电动脚踏车上面，那种童年的记忆啊，哇，真的是太快没有电了，而且它没有办法提供你太多的辅助力道啊，真的是不太好用。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科技哦，会在现代一一的被打破。其实现在推出了很多电动车啊，包含了 BMW i3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0到60这个都市的都会的常用速域啊，只要3.7秒就可以达成了，其实非常非常的实用。那驾驶这台车呢，有几个地方啊，或许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习惯它。第一件事情你要习惯啊，就是不管它启动了还是没有启动啊，在路边或者是在路上跑都非常的安静，没有任何的震动啊，这一点你要特别的去习惯一下。它非常的极静啊，极静到觉得有时候有点寂寞，因为这台车基本上它的隔音做的还蛮好的，所以像现在我不讲话的话就非常安静了，没有什么声音。这一点如果你从汽油车跳过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它。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它的排档的机制哦，一般传统的都是在中央安座有一个排档杆，但是呢它是在方向盘的基座上面，那也没有关系，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排档的顺序。一般传统的哦，在中央安座我们往后拉就是打到 D 档，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往后扳它是打到 R 档，往前推是 D 档，跟这个传统的排档杆的顺序哦是完全颠倒的，所以今天老实说我常常打错，常常搬错地方，这个也是需要习惯一下的地方。第三个，原厂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单踏板的控制系统，所谓的单踏板就是指它的油门，当然它旁边一样有刹车，但是呢你长时间都可以使用这个单踏板，就是它的油门来完成你的操控。当你今天在市区的时候，你觉得哇，刚好滑行到那边可以刚好停下来等红灯，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放开这个电门的踏板，其实它很快就会有一个还蛮大的刹车力道出现。这个刹车力道呢，其实是为了让这个滑行的当中产生摩擦力，变成电力回充到你的锂电池哦，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像汽油车引擎刹车的这种刹车力道，很快就停下来了。所以你从汽油车跳过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个人就一开始非常不习惯这样的设计。不过这个刹车力道会随着你的车速越来越高，它的刹车力道越来越小，它基本上还是会尽量提供你一个比较长的刹车距离。不过这些系统啊，你真的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摸索，去习惯它一下。那么其他的部分操作起来，我觉得大同小异，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最大差异就是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些。
主被动安全配备六具气囊、ABS、循迹防滑系统、车身动态稳定系统，这些通通都有，并没有因为 i3 是纯电车，所以它的安全有所折扣啊，并没有。那么今天实际驾驶起来，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还是它在山道的动态表现。首先啊，它的动力啊，真的是让我蛮惊讶的。说说它的数据，零到时速100公里只需要 7.2 秒。那今天实际操驾下来，在山道上真的是非常过瘾，它给你的加速的力道、扭力甚至贴背感都非常的出色。你很难想象，它是一台由纯电来驱动的车款，而且你在这台车上面还可以看到 BMW 车款它的坚持。原厂呢还是把电动马达装在它的后轮，所以 i3 呢它是由后轮来驱动它。那么整个电池模组非常重，对不对？所以它把它装在底盘的下方，让整个重心呢更贴近地面，所以原厂尝试让这台车有更好的车身动态表现。今天我开了一下，我觉得老实说，如果跟他们自家的汽油车相比的话，火候稍显不够了一点点。原因的话，我觉得出在它的悬吊，不知道为什么它配的悬吊支撑力道比较不够。如果你比较激烈操驾的话，时不时就会出现这个悬吊软脚的现象，整台车就会晃来晃去。那它的 ESP 系统呢，在弯道中啊，不断的一直启动。我想原因跟我刚刚讲的悬吊系统支撑性不够，这也是有原因。再来呢，它配的胎是属于比较窄的，不管前面后面都是，所以跟地面接触的面积就少了，摩擦力也就少了。所以如果你比较激烈入弯的话，其实常常啊会处于被打滑的现象。所以 ESP 呢今天不断的启动，尝试把我导回正轨啊。那所以这个让它的车身动态属于比较大刀阔斧，它的动作都是比较大，你很难去体会其中细微的操驾的乐趣啊。我觉得跟他们自家汽油车比，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如果说它是一台纯电车的话，我觉得那就非常有趣，非常新鲜了。哇哦，哇，你看这个动力，哦，哇塞，想象不到，力道之大。尤其这种电动马达跟汽油引擎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拉转速就可以提供你非常非常大的扭力，开起来那种感觉好妙。今天试驾一整天了，我觉得 i3 的内装看起来真的好接近大自然哦，而且我非常喜欢，尤其它这个尤加利木的饰板，看起来还蛮有日式风格，而且有一股禅意，好像坐在它的车室空间里面，就可以思考到很多样的问题，就会开始花思古之幽情。像我刚刚就在想，纯电的车，它开起来是很棒、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它没什么噪音，它的污染又很少。而且它非常的省，大概花3块多你就可以开快要6公里哦，所以非常非常的棒。那在未来呢，我相信这样全新的个人移动方式啊，这是一个全新的选择，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发展啊，提供我们从汽油到柴油以外的全新动力选择。但是呢，需要一点时间，而且老实说啊，我今天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吃便当哦，我连听个音乐我都不太敢，因为我怕没有电。那我在开的时候呢，我会一直注意这个电能的里程数跟这个油的里程数到底还够不够用，因为基本上它显示的并不是它只是参考，并不是真的可以跑到那么多。如果你大脚油门的话，那当然是下降的非常快，像我现在啊就已经快要把它的电都耗完了。所以当你在看这个画面开来开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引擎的声音啊，就是这样。那一台车，这台车300万买下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敢开着它载着全家出游，到处跑，跑到南部哦，跑跑照，跑去东部环岛，那也不敢乱开到其他地方，甚至更不可能在没有充电站的地方。但是充电呢，台湾又没有快充，快充的话只要30分钟就可以充满80%左右。但是台湾引进的充电呢，是一般的充电的速度，大概要6到8个小时才能充饱啊。那它的车价里面299万里面包含了一座充电塔，就可以安装在你的公司啊，或者你家，还有售后服务等等。
但是呢，我要说的这台车最大的缺点，其实也不是 i3 的缺点，因为基础建设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充电站，你想想看，汽油车如果没有加油站的话，那何必来谈这台车呢？所以我觉得基础建设、充电站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等到非常普及化之后呢，电动车啊、才有普及到大众的可能。但是这已经跟 BMW 跟 i3 没有太大的关系，这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系。在未来电能车的未来走向全面的发展，政府要怎么去规划，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如果基础建设都没有的话，那也不用来谈 i3 怎么样了。我觉得 i3 目前呢，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未来人生活的一个范例，一个雏形。BMW i3 哦，其实它不只是一台纯电的车款，它的内装材质啊，包含外观用了很多自然的或者是再生的材料，那包含它的组装厂用了一些类似风力啊比较环保的电力供应来把它组装起来，所以 BMW 不只是一台这个 i3 的纯电款式，更是一台环保的标杆。但是花了299万来当一个环保小尖兵，真的值得吗？它的价码好像有点太高了一点点。对我来讲，其实我对我生活就是一种环保，我用环保筷，我用吸管，对不对？我不乱丢垃圾，我上厕所也会擦屁股，这么简单的事情，日常生活很多人他做不到，那何况还要买 i3 来当环保小尖兵。所以我觉得环保从日常生活就可以落实。那 i3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适合你有闲钱，你喜欢新奇的物品，你喜欢走在时代的尖端，你喜欢这种新奇的小玩具，那么 BMW i3 绝对非常的适合你。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拜拜。换台油电的吧， i3 不错哦。